脚已经不是自己的了。那你说我这泡在水里了呢？其实现在下午的温度比上午还冷，冷还冷。那要不咱们再钓一尾收干鱼？哎，这个老天都不让我坚持了，那再钓一尾吧。来吧，试试嘛，不到最后谁知道呢？钓位对那个鱼群的影响也蛮大的。对对，你看我这潜水的话，就是小杂鱼。我这儿呢，水稍微深一点，哎，没啥小杂鱼在捞。那没看到。对，你那几乎就没看到小鱼。有的话都是有口的，你看又来了。对，这个一般般，跟刚才那个一样。看，哈，又没中。走吧，遗憾收干了。走吧，收干了。我只有做鱼的命。嘿，这儿有足够你发挥的余地。那咱们看一下，把那个小的给放了吧。来，选两条吧，选几条？看一下咱们一天的鱼货。还是蛮不错的哦，这么多。哎呀，可以。个体数量都达到了啊，但都是你和大鱼的功劳啊。哎呀，我反正只有做鱼的命。还挺不错的哦，来吧。小的我先放进去。咱们把小的回家吧。这种小的都放。这个呀，哎，咱们这个大的。这个大，我看这是最大的那个是吧？对。肚子里面全是籽啊！全是籽，全是籽，放掉。那咱们就把它给放了，放回家吧。放了吧，放了。都选没有籽的这种啊。哎，你看这个颜色，你看颜色，挺好看的啊。这有籽的我们都放掉，包括小的都给放掉了。钓货放流了啊。来，挑选几尾腹中无籽、个头较大的鲫鱼，将其他的鱼儿都悉数放归自然，乘船返回农家小院。接下来便要开启记忆中的美味之旅。哎，青菜才新鲜哦。快点蒸鱼了。小松啊，哎，你看咱们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啊。现在我们就要来做这道藿香鲫鱼了呀。对，咱们第一步是先鲫鱼。鲫鱼先给它来个花刀。来个花刀啊。咱这鱼花刀已经切好了，我现在给它上点盐啊。这个撒盐呢，第一就是让它盐味给进去，第二个就是有盐我们煎的时候不容易就是粘锅。我们把这个盐分均匀的给抹涂抹在它身上。对对，腌鱼的同时咱们 就开始点火起锅烧油。对，你看这油已经开了啊。我还是要先下一点盐，来点盐。对对对，防止粘锅，防止粘锅的。那我们开始下鱼了啊。先下一条大的啊。你看咱们抹了盐几乎就不会粘锅，就不会粘锅了，很完整。对对对对对，鱼煎的金黄。然后这股香味儿一下就出来了。其实现在还没加什么，就油，对吧？对啊，感觉一种原生态的那种。对对对，你看还有一个特色，你这个鱼啊怎么搅动它
对，鱼不会散掉，对，鱼肉不会散掉，很紧致，很紧致的，嗯嗯，鱼肉的紧致啊，嗯，跟咱们那个水的水质关系特别大，嗯嗯，来，咱们先上一条啊，啊，我再下第二条了啊，看着下锅。慢慢的就变成黄。是的，市场上买的一些鱼啊，对，它下去之后，它就是很平淡的，对，它不会像这种肉，对对对对，它自己张开。你看这个已经张开开花了，关键张开的话，鱼肉还连在一起。对啊，就包括在它这个皮儿都没掉。对，你看，哇，看着就有食欲了。对。小庄，哎，咱们鱼已经炸好了啊，哎，然后我要开始来点咱们眉山特有的泡菜，对，口水都已经开始发酵，准备流了。泡菜在川菜里边做鱼，必不可少的。泡姜和泡辣椒先放在这备用，待会儿调汁的时候就要用哈。起锅，烧油。先把咱们的豆瓣酱下去熬香，炒香，对，再把咱们的泡椒炒出它的红油，嗯，香味给弄出来嘛，嗯，对吧，香味给炒香，嗯，然后再下我们的干辣椒，因为为什么先不下干辣椒，因为油温太高，下去就给焦了，对吧，对，红红火火，四川特色，辣吧。帮我忙来点水。你看小东啊，哎，咱四川这边的口味啊，麻辣鲜香，对。来，小东，哎，水已经开了，帮我把鱼给弄下来了。好嘞，我来给你下鱼。啊。其实再煮个3分钟左右，开了，3分钟左右。就差不多可以起锅了，嗯，口水都已经开始发酵，准备流了。最后我就来一个点睛之笔了啊，藿香鲫鱼，藿香鲫鱼，藿香来了，要勾下汁了啊。来，小聪帮我把藿香给弄进来，点睛之笔的东西啊。嗯，咱们这道菜的开头，嗯，对吧？嗯，对，下来。藿香啊，是咱们这边一味独有的那个很特殊的一个调味品啊。嗯，来了啊，来，咱们浇汁。告成，你看色香味俱形了，都有了吧？哎，那个大鱼上来了，要不咱们先偷吃一块？哎，等着他一块吧。好，那我叫一下他。叫他一下。大鱼来啦，哎！你这个鱼太香了，我老远就闻到味道了。你又摘了什么呀？我又摘了点白菜，再炒一个白菜。荤素搭配啊。对啊。那行，你先把鱼上桌，等一下我把青菜炒好了就过来了。好，来，可不能偷吃啊。这个不好说，一会儿可能只剩鱼骨头。来了啊，开动。
好香啊！尝一尝啊！我先尝一下。来，先吃货，先尝一下。哇，这个鱼皮炸得好脆呀、啊！嗯。太好吃了，嗯，真的很好吃，快点尝一下。很嫩，嗯，很鲜，还而且啊，主要是食材好，而且藿香搭配这个味道真的很香，很浓郁。